大家好，我是小南，今天来田里面看一下这个秧苗啊，这个才刚种一段时间，已经被好多鸟啊、老鼠啊那些吃了很多，现在这地方长得特别的小，不知道大家你们家乡种的秧苗跟我们这边是否一样？看一下，这个就是我们种的那个秧苗啊，现在就刚长。得让它长这么高啊，这么高，还有差不多20公分这样吧，就可以把它栽种了，而且得再过一段时间，长得特别的少，很多都被那些老鼠吃了，还有一些鸟吃的特别的多，所以我们在这上面呢也撒放了一些这个药，如果不撒放这个药的话，这个苗全部都被那些鸟吃光。那边长得好小啊，那边基本都不长。长得比较的小，看这情况的话，今年的田肯定会缺很多这个秧苗，到时候也没办法的话，就只能去跟人家买了，如果人家种的剩了，就去跟人家买一些拿来补了，要不然的话还有很多田都没有这个苗种下去。我们这边这个秧苗呢都是这样种的，我看到外边有的人家是放那一块那个盘里面，然后一粒一粒的那样种下去的，我们这边没有见过这样做法，